大家好，我们是中美小故事。说到好莱坞，你会想到什么？电影。还有什么？好莱坞的那个字。对，那我们今天就去吧。走。Let's go。洛杉矶，你干什么 ？I am the king of the Los Angeles。Hollywood， 耶！A few moments later.Does he shed? All the time. His tail's dragging too. Yeah, he's going to have to get brushed when we get home. Come on, Nugget. Let's go. J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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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va. Meow.OK， 这里就是洛杉矶的中心，那是 Hollywood 站。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非常好。还能继续吗？可以，没问题。好的，走吧。走。怎么样？已经累了吗？真的吗？Awesome！ 哦，乌马，乌马，好多乌马。那是马，不是乌马。嗯？那是天文台。蛇，是蛾，蛇。我们要等。为什么？因为 no, 那个蛇在过马路。他说等他过去。走得很忙，很慢，走得很慢，没办法，我们要等。其实这个蛇不是不是危险的，不是没有毒，没有毒，没有毒。因为它的 tail， 它的 tail。拜。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留言、点赞、关注，谢谢，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下次见，拜拜。